没事，亲戚，整的。都不行啊。还有几条来着？你不是给过了吗？不是，后来又发了吗？后来发几条来着？200。后来发一条啊？嗯。给过了，不要钱了。这过了，来，工资停。工资停，我。有多少钱这么大的？过几天就忘了。就亏成我的了，忘了。说不要不要，你把紧急加卡喽。给老爸的、啊。这两天视频是100多，好像。嗯，过了多少钱嘛、啊？这个，这我能你过到接受，过到。这个我帮你解。嗯，我这个。身份证呢？身份证你收着，到时候坐车你得，那你放我这儿吧。我就收了，过去过来，你搁你那。我身份证要不你放我这儿，到时候我帮你取票。帮我照顾吧。你订的机票还会订高铁的。你坐你和艾姐和王云龙可以坐车、嗯、我带老爸坐高铁，我晕车不能坐这个。要你搭的这么多，他这么多人坐不的话，还得搭着。9个小时，九个小时的路程呢。平时出去都不晕车，这一次他公公一个人坐着，他晕车了。坐了。不是，9个小时太长了，他能坐是能坐，但是太无聊了。啊。老爸没出过云门。啊。老爸也没出过远门。还能没得的吗？还能没遇到的吗？万一没有了，我就没有这么好的公公了。哈哈哈！发什么事？几号？我订2号，2号晚上9点到。我跟大姐说过了，她去接我们。那么久？我们不也是2号准吗？早上啊。他们你们几点钟啊？你们要先帮我送到新浦，我们是11点。很远啊，冠云这边。早上6点起来，我给你们算笔账啊。嗯。早上6点起来，你们俩背着个行李走路到那边，刚好4-5个小时能走到你们。老爸，你看看你的安徽，你不能要了。接了我，那么夸张的夸自己啊！我们开车要开1天1夜。哎，开1天1夜，要么一号走呢。我们7个小时就到了。李二闺女1号有事。嗯。1号有事，1号孩子在学校有事。嗯。那2号走，那么等3号到了吧？嗯，应该是。我们2号走，3号夜里到了。晚上。那他累了就中途休息会，不要赶。人家晚上就到了，当天就到了，人家8个小时，9个小时。我们9个小时了都，高铁快了。我说我要坐高铁。王云龙说那好，我跟他俩一起坐高铁，车子给你们开。你们看吧，给我和你开呢，老大。然后他们几个人开走。几个也会，因为我们就靠我们那三轮车顶好。三轮车，嗯，这车的。现在二姐、媳妇、菲菲带着老爸老妈去买衣服去了，我这家没有去，因为晨晨马上要放学了，都走了，晨晨没人接。我就留在家里面接晨晨，带晨晨去吃饭呀，写作业。做好了写作业，妈妈跟小姑他们去街上了。好。啥时候回来？怎么他们天天都去街上？哪有天天去啊？不就今天去了吗？昨天是去保养的。先写作业，你把这刀放这干嘛？啊？老公。你把这刀放这干嘛？危险。危险。什么危险？写好作业了，爸爸陪你玩一会儿，快点。行。嗯，快写吧。外面天都黑了，他们还没有回来。这几点了？又捅他几点？哎呀，你们回来了。你看买很多东西。哈哈。老爸，老妈，点衣服了。那还买10双，这是公里还有3美里。啊。3美里。买多少衣服啊？8美里。老爸老妈为了这一趟去四川，比过年的时候还要重。哎呀，老爸买的西装。二哥，你这是破费了。没有破费，这种领子。我总共就给他买了3条这个。这个领子。总共就买3件骨头的了。啊。不相信。真的。真的呢。我今天不是你知道你看的吗？把他那个内裤放在那里面，让他。那穿的，他穿的。这个是哪骨料？这是老妈的，老妈衣服看看，长什么样？哦，你看我爸那个西装，我看了，好看，好看是吗？立领的。刚才买又啥的？中式的小立领的。扣子呀？扣子在这儿，这都是你的。老爸这个西装，这都是你的，好看，好看吗？这种领子好看，对吧？嗯。裤子衣服都好看。对。等他穿上之后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哇，真帅！哎呀，真帅！哎呀，还是想，还是。你看你老公，还来，还是闺女好，你看。你看，像我这儿子就不行了。
你们赶紧，你们赶紧给我一年就买一次，剩下都是你在买。嗯，这是裤子。你我今天老王穿这么洋气的裤子，你那个衬衫，哦，那个是裤子。我呀，可不是，这衬衫好看不？还行。那裤子，老王都穿正装了，对，都是正装，全是正装。因为去大姐家比较正式嘛，你看。对。到时候我也穿西装去。老妈的我也给老妈买的西装。我也给老妈买的西装，是吧？哎。对，给老妈，我要给老妈买的这个。给他买个包，你看看，这个也是老妈的，这是老妈的，难怪这种他要买裙子，你看这一套老妈穿上之后，这一套老妈穿上之后特别是裤子，你们会很喜欢，显腿长腿细，好漂亮。我跟你讲，你给他买过以后，我跟他出去逛的时候，就看这种裙子了，就想要裙子，对，给他叠好了吗？这个才拿过来个挂的，你自己拿去挂去啊，别弄。那边拿去，我们几套我们都折了。那个鞋子是谁跟谁的？他这套是灰灰买的。我给他买了一套西装，这套裙子。今天买的。今天买的，我的。哟。不能穿了俩爱情眼跟一个人买，对吧？这个就是水的水子。老爸，这是你的。老妈，这是你的鞋子。对，还有买鞋子。我也有皮鞋，老爸有蛋。这个是老爸的衣服，哟，哎呀，你看妈妈眼睛绿，老妈这是你的睡衣。妈妈今天没有跳小花船吗？哦，我妈这长的。老外啊，我二姐给你买的西服呢，是我大姐了，你穿上给我们看看呗，给你看看真到哪天清楚啊。哦，哎呀。把今天看帅不帅？哎呀，中山打滚来的，中山装啊这个啊，赶快给我打扮起来了。嗯，帅，特别。你打的羡慕羡慕。嗯，特别帅。兄弟，刮刮镜。上午车没买票啊。帅不？帅，特别帅。人靠。你看看抠不抠？抠。看看，人靠自装，马靠鞍，对吧？一点没错啊。就是头啊。摸着有点明，摸着摸个淡点的。没事，待会让老妈把你的头发剪剪。哦，对，等你给剪头刚。OK。人字花。帅。人字吧。人字。以后就这么穿。哦。把自己打扮帅一点。老农民不能打扮。老农民。帅。我怎么知道我原来这么帅了？你看，我就都是这习惯。原来是遗传我老爸啊！抠不？抠，看看。嗯，抠。不老。嗯，好。准备上大闺女家。啊，准备去大闺女家。啊，准备上大闺女家的。嗯。好得了。啊？脱了。啊。其实老爸这身材瘦，穿衣服比我穿好看哦。真假的？真的。我来看看瞧。嗯，我穿，我肚子大，穿不好看。我肚子也不小。嗯，肚子也不小。你咋还肚子啊？小什么的？你这一品哦，你看我肚子。哎。